你同事约了我们两个人吗？我没约他，他喝醉了，我不知道他怎么来的。他喝我，你问我吗？不，你问谁呀？那这是你的妞啊！我早就来了。来跟你说一句，马松，那谁送啊？怎么我老跟你擦屁股？你当学雷锋行不行？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我是来玩的，来来来来，大黑土。救我的脸！哎，这什么情况？这不是，我报警。 所有的男人都不一样，你跟他们真的不一样。你从来都不同情我，你不可怜我，你还对我笑呢，特别好。我想跟你谈恋爱，我能不能跟你谈恋爱啊？要是可以的话，我还想跟你结婚，我想给你生个猴子。 可是每次我看见你看我的脸的眼神，我就觉得你受委屈了。我不好，你这么好的人，怎么能让你受这样的委屈呢？对不起。 好好好，不怪你啊，你累了睡一会儿啊。哥，咱要去哪儿啊？送他回家。他们家在哪儿？你都知道。说什么呢你？ 喝醉，你不好去。没没没，喝醉。松松松松松，那还好，你行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哎呦，姐，怎么？小心点。你还是帮我把扶扶扶到楼上去。啊，行，我哪儿走？哪儿？楼梯上了。啊。怎么搞得让我姐喝了这么多酒？要你。
谁叫我？。小薇，你听我说，我也不知道。你怎么知道我叫小薇啊？你姐跟我说的，就你姐经常提起你啊。我姐经常跟你提起我。你想哪儿去？不是，你听我说啊，你听我说，我跟你从头解释一下，我跟你解释，校友，我是这个他的师哥，他是我师妹，然后呢，我跟他是特别特别好的朋友，然后现在呢，在全盛，我也在全盛工作，他也算是我的同事，对吧？那你姐经常跟我提起你，这样没有错吧？这不很正常吗？不要着急啊，来喝口水，慢慢说，慢慢讲，不用紧张，没紧张。哎，姐夫。小薇，你是不是中文不太好？你知道这个姐夫的含义吗？啊，姐夫是这个姐姐的老公才叫姐夫，好吧？我从头再跟你捋一遍啊！我是你姐姐的这个是这个师哥，我们是校友。然后呢，你姐姐跟我现在是同事，然后我跟你姐姐是特别特别好的好朋友，这个完全跟姐夫没有半毛钱关系，好不好？我明白。对不起，但是你以后你千万不要误会，因为你如果乱说的话，这会造成很多很多不必要的麻烦，你懂不懂？不是，我应该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，是吧？啊，所以，这样吧，咱来握个手，然后表示一下我的歉意吧。好吧，没事，反正你以后别乱说就行，好吧？咱们以后就是好朋友了，好朋友之间吧。就应该加个微信，促进一下感情，是吧？来，扫一扫。对了，好朋友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我是做律师的。律师好啊，我姐眼光真棒。哎呦，我怎么了？我心。开玩笑，开个玩笑。好了，这个小薇，我实在没有时间了，我明天真的一大早我要处理很多合同，好吧？那我先走了。再见。没事了啊，你好好照顾你姐。慢走啊。小薇，你姐这个。喝完酒，你平时早上起来记得那个当天晚上发生的事儿吗？不一定吧。啊，我意思是说啊，如果他明天早上起来不记得。
人呢。哎，我在路上了。行，长青，你够兄弟啊，甩下我自己跑了。人家姑娘主动跟你表白，我都替姑娘臊得慌，还不赶紧闪？可以，大个子。但是这事儿你是从还是不从啊？小青青，你再刺激我，我告诉姑妈你住哪儿。你敢？你别这样啊，太过分了你。千万别这样啊。但是啊，你真是摊上事儿了。美人心动，你好自为之吧，大哥。See you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。不就降个职吗？我姐她就是太热爱自己的事业了。那现在好点没？你觉得能好吗？不过现在应该差不多醒了吧。她现在肯定正在记忆复苏的进程之中，我可不想去点一个取消键，就等她自己点确定键吧。行。但是如果他要是不舒服的话，你就让他跟我说，我帮他请假，行吗？你可真贴心，让他自己决定吧。那好吧，那我先挂了啊。苏怡，我喜欢你。小薇，起来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你怎么这么大酒味啊？还有吗？还有，赶紧漱一下口行吧。你知不知道，你昨晚可把我给担心坏了。还好苏一哥把你送回来。我跟你说，你下次喝酒一定得叫上我。只要我去接你，只有我才能保证你的安全。你为什么会知道他的名字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昨天晚上睡着之后，在那里说梦话。苏一，不要走！苏一，看起码。我可能最后悔，你不管了。是真的，这都是真的。姐，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啊？朋友，就个普通朋友而已。朋友，朋友会把你给背回来，朋友会这么关心你，这么照顾你。要你管？好好好，不怪你啊，不怪你，你累了，歇一下吧。姐。不是我说你这好男人吧，你必须得抓准时机一把拿下，而且我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，我就发现苏一哥绝对是个暖男。昨天我送他出家门口的时候，他在家门口徘徊了半天，恋恋不舍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骗你干嘛呀？
暗恋的就是他吧？需不需要我帮忙？嗯，无可奉告。你看看这个是什么？嗯，是谁？谁呀？啊？好帅呀！你暗恋的就是他吧？昨天晚上送你回来的是谁呀？是苏一吗？ 那几个人吗？进门之前是，进门之后就加上我了。开车的是苏一，那抱着我那人是谁啊？也是他喽。不对啊。 要去参加同学会，下班以后来接我啊！哎，你直接自己把车开过去不就好了？同学会肯定要喝酒啊，我不能酒驾 ，OK？ 那你打辆车去。打什么车啊？那个时候哪有车啊？开玩笑呢你！那……哎呀，我让你接我你就接我吧，那么多废话。我们同学的孩子都满地跑了，我这么大岁数还没有男朋友，说得过去吗？好看吗？ 那你早说嘛，姐！你动手动脚的干什么？你想让我扮你男朋友对吧？你直接跟我说嘛，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是这想法呢？你要我演你男朋友，总不可能不帮吧？但是我们也得讲点道理。哎呦，我就说好的默契呢。你呀，回家把自己收拾一下。 给你打了多少电话？你能看一下你自己的手机吗？哎，你哎什么哎啊，吕小维，你很快就是一个有正式工作的人了，你要有责任心，你不可以每天都这么吊儿郎当的。哎，把这个填一下，然后再把毕业证啊什么的都给我，我去打印一下。干嘛？你说干嘛办入职手续啊？ 你是函授自考的，是啊。那你计算机在哪儿学的呀？我平时喜欢上网玩游戏，而且我觉得计算机挺有意思的，就自己偷偷学了点。哈哈，你知不知道你这个学历，你除了开个包子铺或者是卖个袜子、卖个裤衩什么的，你没有办法进任何公司。 手办我是绝对不会还给你的，反正我答应你的事儿我做到了，能不能入职跟我没关系。没关系，你不用还我手办。那这个还要填吗？要看怎么填。
肯定是人才，我们全盛愿意为他敞开大门。你叫什么？吕小维。啊。东方交通大学毕业的。啊。嘿，我说您介绍的没错嘛，哎，正宗的小师弟。那行，你赶紧把他那个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是这样啊，你把你的毕业证还有学士学位证马上交上来啊，我给你办入职手续。你的毕业证好像没带是吧？哦，对对对对，我那个毕业证没有带。啊，没带没关系，你一个星期之内补交就行了啊。好。麻烦。除了东方交大，全中国有这么多学校呢。你去哪个学校寒舍不好？我怎么知道他也是那儿的？冯玲玲，人呢？小五。哎，娜姐，哦，玲玲出去了，好像说是去打印间了。气色不错，有事吗？我就说啊，哎，我改天给你介绍一个新人。娜姐，我知道错了。你知道你错在哪儿了吗？我太没用，什么事情都干不好。唉，你能不能不要老是这么战战兢兢的？不知道的人以为把你怎么着了呢？哎呀，你哭什么呀？哎呦，我的个妈！那你还要干什么？多大点事儿，把人训成这样！别在哪儿都装大老虎，山里可以，这儿不行。真要是给你关笼子里边，天天打麻醉剂，脑子不是更不好使了吗？你说谁母老虎呢？我说了吗？我说了吗？我说了吗？你说了，你说了。我说什么了？你就这意思？那是你这么理解的。我跟我助理开会，你有事儿吗？没事儿啊。没事，你杵着干嘛呢？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！我霍霍还一声吼呢。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！他是不是有神经病？啊，是不是，他是不是有神经病？是不是啊？你是一个小姑娘，谈恋爱在哪儿谈不好，非要在公司里谈啊？跟人这样，让人看见以为你是个很放荡的女孩，其实你是个很好的女孩。Hello， 你怎么神出鬼没的？你去哪里了？我刚去上了个厕所。
你知道我要给你介绍一下这些公司的老总、员工，我要让你慢慢的熟悉你的工作环境。如果你去厕所的话，你是不是能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呢？这是最起码的尊重吧。能不能不要老是这样一直训我呀？我去厕所都要跟你说，你要清楚，我来这个公司是你求我来的，不是我自己想来的。你要再这样的话，我就走了。哎 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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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Easy，Easy，Easy。你坐，你先坐。给我五分钟时间，我要给你讲一个故事。当年我在纽约，也跟你一样年轻气盛，自以为是。一天晚上，我正在纽约的一家餐厅和我的女朋友共进晚餐，坐在我身边的就是巴菲特跟比尔盖茨。因为我经常去那家餐厅，所以老板想帮我引荐，让我认识巴菲特和比尔盖茨，告诉他们我的才华和能力。但当时我认为老板的举动很无理，很世俗。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打断我跟我的女朋友共进晚餐，这对我来说是一种不尊重，所以我果断地拒绝了。之后我后悔莫及，所以我一直留着那家餐厅的账单，我需要他来提醒我，要永远抓住机会，不要自以为是。成功与失败只有一步之差，这一步就叫做机会。我绝不会犯同样的错误。这个故事里边的道理，你能明白吗？好大一碗心灵鸡汤啊！我先干了啊。OK， 你比我想象的要成熟。不看一看吗？几点呢？都谁呀？哦，等一下啊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咱们公司人才引进还需要学历证明吗？需要啊。常总推荐的吧，都是人才。再说的，东交大毕业的肯定没错。哎，这是关键。然后呢，给我 email 就行了。学历证明可以 email？ 当然了，特事特办嘛。明白，哎哎，得了，哎，哎，现在就只差毕业证了。不是只差，是根本就没有啊。我可以让你先在这实习，拿到再转正。你的意思是先让我在这帮你，毕业再转正？聪明。那我在哪办公啊？很好，外面有很多的工位，你可以随便挑。不行，我得找一个安静的、隐蔽的、没有人打扰的，除了你之外，任何人员不能随意进出的地方办公。你好难搞啊！我已经拿出了我对你最大的忍耐了，你凭什么会跟我提出这么无理的要求呢？
当你喜欢了，加油。嗯。哎呦，你到哪儿了？你怎么还不到啊？哦，我塞车了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很快到，很快到。停车场等我吧。哎呀，你早说呀！行行行，你快点啊。没事儿，不跟你说别迟到吗？你还迟到。走吧。这一头汗，什么情况？病了？这儿比较热。热吗？你也知道我皮比较厚。你皮是很厚，欠揍了。你走吧。全盛公司的副总裁。好，行行行，来，过来过来。大家好，张小娜。好久不见啊，听说你现在还在做什么网络视频？嗨，小打小闹的，不像你，文大主持人，大腕儿，在电视台风生水起。我那只是小打小闹，你可是网络传媒的霸面女神啊！哎，说真的，我还真想去网络上发展发展，张总不会不欢迎吧？你爱去哪儿发展去哪儿发展，你多厉害，多能耐，我可管不了你，我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就好了。徐总，咱们人都到的差不多了，咱们开始吧，要不？大家再稍后一会儿，今天有一位重要人物要到场。你看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吗？大家好。哎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文天心文小姐，担任我们全盛的制片总监，大家掌声欢迎啊！还请大家以后多多关照。文小姐是电视台资深的主持人和节目制作人，对录制视频节目非常有经验，对市场也很了解。小娜，我希望你们两位今后能通力合作。来，文总监，请大家喝的咖啡。初来乍到，多多关照。哎，都有都有啊，谢谢。
哎呦，给我来一杯咖啡，无糖的。嗯哼，谢谢。哦，介意我再拿一杯吗？不介意。有糖的。啊，这关系看起来不是挺好的吗？都是面熟的，问题还得钱，看戏。哈，替我谢谢你，我们总监。不客气。你的咖啡，不要钱的咖啡不要白不要。文天心就那德行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你要是跟他生气呀，你就输了。跟他生气，根本跟我就不是一个量级的，好吗？不过呀，他最后那句话说的也对，你天天忙来忙去的，是时候想想，把这儿治一治了。脸啊。激光这种东西，又浪费钱，又疼，又没有用。我早就不做这样的白日梦了。姐的世界里只有靠实力勾兑。再说公司这么多事儿，我不去了。不过文田心这次来啊，可不是单枪匹马，带了一大堆人集体跳槽，摆明了就是来抢地盘的。可你可别往心里去啊。你弟现在还逼你相亲呢？哎呦，你别那壶不开提那壶了，烦死了！有什么好烦的呀？那公司也不知道是什么鬼，所有人都用代号。那你的代号是什么？代号007。到你的。2046，这还差不多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没有，什么都不需要。2046。干嘛呢？跟谁过不去？你什么时候来全盛的？来干嘛呀？当然是来互联网发展啊。都怪我，来这儿也不提前跟你打个招呼，是有点突然啊。小娜，你看着不太欢迎我啊。我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哪敢呀？我可以代表整个全盛欢迎你，欢迎你这个老朋友。我知道，你还在为电视台的事情耿耿于怀。什么事？别想了，都过去了。我们俩呢，大学同学，曾经的好闺蜜。上大学的时候，我替你点名儿，我替你抄笔记，我替你打饭。你受委屈了，受欺负了，我替你出头。这些都过去了。我又没求你那么做了。啊，你给人一苹果，说是免费的，人吃了一口，你又说不行，得收钱。朋友一场，你要是不想做，可以说嘛。我都说了，这都过去了。随着你在电视台把我出卖，让我被人扫地出门的那天，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。真过去了就好。反正我来全盛这事儿已经定下来了，以后你还得多教教我。要是我有什么说的不对、做的不对的，你可得多担待啊。有我可不敢。已经不在意。
承认脆弱就够勇敢，眼泪笑着擦干，哭过后就继续大声地唱。她很漂亮，哦，她很漂亮，像那么残忍，心够宽敞，容纳所有不一样。她很漂亮，不同的是一样，努力绽放，向着阳光灿烂方向。呜呜呜呜是生命必然，都要经历害怕、孤独、绝望，不要忘记爱是最大的力量。她很漂亮，不同的是一样，努力绽放，向着阳光灿烂。